不要，求你！叶希雾和叶冰裳，你选一个吧。求求我！放了叶冰裳。 也好，这样我就不用亏欠你了。不可能！叶希雾，你在做什么？快点给我停下！ 不要离开我！ 如今我拿走你的血骨，还你一条仙髓，你不会再成为魔神了。你说什么？ 你和我至此，我也和你入骨。如今与我相思，换你血骨，你我不想见。叶希雾，我不要你的东西，你快停下！天道在上，我愿以身躯抵元神，以我的全部交换。 只愿生生世世，你我不复相见。叶希雾。 叶希雾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醒醒啊，叶希雾，别睡了，起来好不好？叶希雾，你不会有事的。还有镯子，你的镯子去哪儿了？ 叶希雾，找到了，我把镯子都找回来了，你会没事的，你马上就醒过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用呢？为什么？外面太冷了，我带你回家。 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每天都黏在你身边。你想赶我走都没门。好。人人都说太阳是亮的，是吗？我却不知道真正的亮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叶希雾，叶希雾。 我问你，叶希雾呢？叶希雾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真是叫顾豪长。不，你为何会在这里？这里这么冷，你快醒醒，快随顾回去。顾在与你说话呢。叶希雾，我死了。叶希雾，你起来！你说话呀！你不是要杀顾吗？我就在你面前，你起来继续杀我呀！你说一个字，一个字。 叶希雾。
故救不活的，便与他死在一起。你先把陛下救出来要紧。谁给你们的胆子？你这是在找死，还会害得我二姐没有办法体面的离开。她是顾的妻子，是顾的王后，她只能跟顾待在一起。你敢碰她试试？她为什么嫁给你？你不知道吗？她说她喜欢我。你利用她，你折磨她，让她不得不以死解脱。她是这世界上唯一对我好的人，唯一喜欢我的人。那就把我二姐放了吧。不，叶心悟想要向澹台进献殷勤，明明不会做饭，偏要去煮粥，所以我干脆就在那粥里放了一点毒药。澹台进就是因为他，萧离什么也不是了，我失去了所有的一切。原来是这样，若不是你，萧凛不会死。我以为叶希雾为了萧凛要杀我，所以才会有后面发生的一切。张嘴。你要杀我，却害死了萧凛，叶希雾从此恨我入骨，以至于我们走到了今日。我本就不喜欢这个世界，可是叶希雾他爱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也想像他那样试着去爱这个世界。可如今叶希无死，顾的心也死了，我想恨这一切，可叶希无他会不高兴的。叶冰裳，既然喜欢粥，姑就让你喝个够。其实无论有没有那一缕情丝，都会有人喜欢你的。那年暮春，你独自下车踏春而行，我还记得你因为一朵荼蘼花而开心，笑得好美。荼蘼不争春，寂寞开最晚，你在春日之中簪花带笑的样子，我此生都会记得。我喜欢你不是因为那缕情丝，而是因为是你。小丽，怎么能不伤心呢？你曾答应过我要带我一起回家的。叶希雾，我们一起回家。澹台见。叶希雾，你终于来了。叶希雾，凡人之躯会受弱水蛊惑，看到幻想，最终被啃噬干净的。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没有老公，那好像又看到幻想了。叶，叶，叶，
会一直一直一直找下去，直到我的生命完结为止。我的手，为什么如今我拿走你的心，还你一条心，就不会再成为往事。是你给的仙髓在治愈我吗？我孤身变寻你的残魂，清醒的残魂。你为什么还不放弃？不，他还在这世界某处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他是谁啊？他是一个可怜之人，为了找已故的爱人，已经在这幽冥川找了100年，百年都未找到。天空是蓝色的。苏苏，姐姐，姐姐，我做到了。苏苏，我还以为爹爹，你力劫终于成功了。力劫？你的劫雷虽不知为何没有劈落下来。劫雷不是已经打落了吗？爹爹，当初你和赵幽伯伯用过去镜。过去镜？逍遥宗的镇派之宝啊，那面镜子我们何时用过呀？是了，我已成功将魔神降临的宿命斩断，爹爹他们未必知晓用过去镜送我回到500年前的事。所以如今世上没有魔神。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安然无恙真的是太好了。萧凛，萧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在下宫野纪无。宫野纪无，我可否见这不虚真人一面？庞一之，这是一种名叫云端的有趣法术，是不虚真人自创的。庞一之，你可知道夜袭物的元神在何处？我该如何找他？哎，想要卜卦解惑，需我仙门法术才行。庞一之，这仙门之中究竟有何玄妙？早已故去的萧凛竟能活生生地站在这里。既然萧凛在这里，那夜袭物会不会？我要留在这里查个清楚。我想拜前辈为师，做逍遥宗的弟子，留在这里专心修行。好，剑来。这把剑就是你的了。多谢师父。好，好徒儿。欲要修成剑法，先要练这儿。如果500年前我就能感受到这些，该多好。小师弟，我是残海，你若遇到什么不便只管找我就行。这是藏风，你初来乍到，师兄给你指点指点。不花费多少时间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叶修，传闻中啊，君王澹台晋有一位深爱的女子，此后500年来，澹台王室子孙众多，世代明君。他终究是放下了那些过往，向前走了。我也该彻底放下，追寻属于我的仙途。叶修，好看吗？只有忘记澹台晋，功力才能变强。李素素，专心一些。这样下去不行。我喜欢的人是你，不是任何其他的什么。叶修，你也要抛弃我吗？我想忘掉澹台晋时，有那么一瞬间，
功力好像变强了一些。如若不尽快顺势而为，转修无情等，恐怕待我修为散尽之时，天池之力也无法封住其骨。澹台烬已作为明君，过完他的一生，我也该彻底放下，追寻属于我的仙途。大师兄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害怕看你的脸。师兄，我真要谢你，从前我少不经事，行事痴傻，师兄不嫌弃我愚钝，时时照拂我，教导我。苏苏心中感激，不知该如何报答。苏苏，除了感激，你便没有别的话对我讲吗？我们的婚约，我待师兄之心有亲有敬，但别无其他。至于终身大事，我会找机会向爹爹禀明，自己做主。你果然不是过去的苏苏了，我听懂了。苏苏，我会向你证明，无论过去现在，无论你经历过什么，我对你的情意都没有改变。不知道到时你能否将我考量进你的终身大事里。来日方长，师兄，我不知将来你我会如何，如今也只有随缘顺意了。我明白了，我会等你的。